乐辉 M249 电动连发软弹枪，这款长度90厘米，尺寸还是挺大的。它巧妙的把这个弹链隐藏进弹鼓里面，这样的话不仅不凌乱，而且更仿真。真实的弹鼓也是这样，打开这里可以更换弹链，弹鼓还可以进行单独的拆卸。它一共有3种射击模式，这个档位是连发，这个档位是单发，这个档位是手动，手拉上膛。3种射击模式，我们再看一下细节。脚架可以进行折叠，这里有导轨可以安装红外线，贴板的话可以进行翻折，瞄准镜可以调节远近，锂电池仓位于手握把，可充电的锂电池。我们切换到连发，然后射击一下，